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昌许，欢迎来到 Frozen Pizza Studio。今天我们来玩点啊，《Wuthering Heights 2》，这个先删掉。这个也删掉好了。然后点《Wuthering Heights 2》好了。啊，这系列呢，我记得应该是来到第六集还是多少集？好久没玩这些，最近都在玩 FTB。然后呢，我们上一集是去探索那个岛嘛，还差点死掉，然后被用神奇的魔术救回来了。那这一集呢，我想要建设一下我们的岛屿，因为还有一些成就没有达成嘛。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身上的东西够不够多，很明显是不够多了。像木材一些，还有一些东西。现在觉得整理包包真的超好用，那人家啊，然后呢，什么东西都整理干净了，超 happy。那么呢，我记得我还很多岛也没有探索到，我们把它视野就一条多一点，掉六串烤。虽然这会增加电脑的负担，不过呢，看一下应该是 OK 的。哦，上面那座岛感觉那好大哦，那座岛。我们先砍一下树好了。我们来砍一些树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身上没有任何的斧头，我们来做一把斧头好了。一二三，像木材。然后呢，再做一把剑。OK， 这边的树可以砍掉。这个树好大棵哦，1.7 的话，我知道巨橡木要怎么生成，可是生成之后很难砍，所以我就不想这样弄。先种大草，然后呢，再把那个树苗种上去。哦，快要掉下去。现在天色有点暗。这个树一样砍掉。这个树，橡木的好处就是很好，很矮，然后砍，超好砍。不会像丛林木那样还一格一格爬上去。不过如果装模组的话，那个像是 Tinkers 模组，有看 FTB 的人就知道，像 Tinkers 模组，他那个就是有那个巨斧嘛 ，Rumber 是不是？不是 Rumber， 是那个叫什么名字？好像是 Rumber 没错。那我晚上了，明天睡个觉。他刚掉叶子下来。这个树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没有砍到呢？哦，在那里啊！还有哪里呢？哎，掉苹果下来了。那条道路的尽头延伸到哪里去啊？哦，那座岛。二串好像太少了，空岛生存了。二串的话都看不到其他岛屿，都没有什么漂亮的感觉之类的。木头是生存的一切，没有木头什么都做不了。你总不能全部都用泥土做。perfect。
哦，这边还有两块木头。就是这样，我才讨厌大树。大树就是难砍的要死。不过1.8、1.7有那个黑橡木嘛。可是这边呢，因为它是黑橡木是要去找的，所以呢，它不会给那个黑。还有那个相思树，相思树长得超帅。这些树长在这边真的碍眼。话说有一个成就是要找什么风本岛上面三个箱子，我找不到了，我只找了两个。这叫什么？这里面还有木头吗？我们拿剪刀来剪好了。剪刀剪超快的，哦，剪刀就在身上了。哦，就这里。木头，卡住了，卡住了。啊，怎么那么讨厌？应该没有了吧？嗯，哦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就是我们的木头，我们的斧头已经没了。我们先做一顶好了，做一只斧头。身上的东西不够用。做两把好了。我想一下应该 OK 了吧。为什么这边树长那么大的，好讨厌哦，搞上光秃秃的。刚是不是回溯一下，这边东西修剪一下。我们本岛上就种两三棵树就好，然后呢，不要种在正中间，然后中间盖一栋房子。我们剪一下它的羊毛，在哪里？然后呢，我们来种一下一些树好了。怎么只有17的树苗啊？怎么那么少？我们在岛的边边种一些树当做防护墙，可是这样采收有点麻烦。没关系，我们树种在别的岛了，下面那个岛感觉很平，又平又大，有没有？而且我们现在目前，我们吃点面包。踩下去，好了，这样差不多了吧？我们食物也够多了，什么都够多了。那我们现在来建设一下我们的房屋好了。我看一下我们石头够不够，石头不太够，我们去挖一点，再做一把石镐。十字镐，写成石镐。做两把好了。OK，
然后我们带着我们的身上的东西，我们把东西放一放好了，不然等一下摔下去就惨。把我们的石剑跟石镐带着，还有一把斧头，跟一点点的火把。我们再做几只火把好了。木头这个，还有东西吗？应该是没有了。身上钥匙要干嘛？治疗僵尸吗？OK， 我们要去采一点石头吧。嗯，在这边，那个应该没有必要采爆。这边走路要小心一点。哦，这个导灯太棒棒了。地形崎岖，哎，那棵树长好帅气哦。然后那边有奇怪的粘土块，嗯，我们去这边好了。那边采石头感觉比较适合，这是倒木吗？是什么？跟我们跑酷是不是啊？我跑酷超烂的。这边有两颗，把它挖掉。OK， 然后这边呢，从哪里开始挖比较好？哦，这是一个宝箱哎！哇塞，这是神剑吗？把这箱子拆回去。忘记带食物了。果然来到这边就是有好东西，有神剑哎，又不怕怪物的击退。有一把神击退，什么都不用怕了。哦，深不见底，应该是因为我视野距离调太低的关系。那边有一个铁矿。铁矿真是很重要的资源啊！那我们从这边开始挖进去好了，这样水不会流进来。它应该是。因为是在那个什么，就是水源下面放的那个。我们把这些石头采光。哎呀，时间好像不太够哎，我们赶快赶回去好了。啊！稳上了，死了！跳上来！刚这边跑酷花太久时间，回去落在哪里？
哦，我去录在这边，回去录在这边。哎呀，等下被在路桥那边被蜘蛛侵袭就死定了。哦，回来了。为什么时间过那么快啊？十二分钟一下就没了耶。慢慢的睡觉，嗯。果然我们的矿场距离是有点远的。我们这边顺便拿一些东西去吃好了。我记得我玩到苹果了。对了对了，身上这些东西要放回去。OK。苹果吃一次就没了。最近呢，我在想说那个，算了，没事，没什么好讲。最近新竹市不是要，不是最近新竹市，就是最近不是选举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家就有那个，哦，这边怎么那么难跳啊？就是常会有人打电话来拜票啊什么的。哦，这边是哪里？这边是挖洞。跳次怎么那么累啊？哦，终于到了，终于到了。我最近常在 FB 上面看到那个什么，有人在问说什么有没有团可以收啊，有没有团可以收我啊？然后就那张，你知道写什么吗？他写我小学四年级。我就想说，你小学四年级，是男的哦，小学四年级都还没变身，你还拍什么片啊？到时候你变身了，然后人真的，而且我觉得小学四年级真的不太好，不适合拍片，你也没有那个钱啊什么的。像我现在拍的都有困难了，不用说什么小学四年级的学生，除非你家真很有钱，然后呢你变身变得很早。而且我觉得那个什么，你在那个心智尚未成熟的时候，你就去拍片，很容易出一些问题啊，比如说像什么乱骂人啊之类的。不用说心智不成熟，连心智成熟的人都有问题啊。为什么游上去啊？What happened？ 这是魔镜啊！为什么游不上去？这个系列，我们这样要不要踩多少石头才够啊？我也不太清楚。人以为镜不可。这边挖到这样子，我发现通岛的矿真的很少。之前这边是离很本岛很近的岛的关系吗？还是说本来就这么少？这样 OK。我看见我身上一组多的矿石，我们先回去好了。回去盖我们的房子吧。我看一下现在几分钟了。哦，19分钟了耶。走这边一样走这边回去嘛。
哦，我先了，先了我，我刚才差点掉，刚才掉下去，你知道吗？我个人其实我个人平常也是有在打那个 LO 打 LO 的习惯，然后呢，就是常看到一些有些人啊，因为我常常跟我哥打 LO 嘛，结果呢，我个人喜欢就是有他之前蛮喜欢玩突袭这一句的，因为突袭这一句他隐形嘛，突袭，然后他很强，他隐形，然后所以 gank 就很强。如果听不懂没玩过 LO 的话就算了，然后呢，结果就有些屁孩啊，在那边说上一场我遇到突袭这一句超雷的。不要玩突袭啊！然后我哥突袭这句就很强啊，然后就不管他像什么，你就知道这个雷一样，那个人雷跟这个人屁事啊。嗯，反正就这样的，但是像这样的想法，对。所以我真的觉得心智不成熟，就是最好不要做一些什么事了。嗯，我们来做一下我们的房子底基好了。我们的羊要养，羊要圈养在这里。感觉像是一个中世纪的城堡。一本像是那个什么，就是卖一块出奇的避难所。我个人其实呢，要盖一栋好的建筑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。就是我没有那么有天分啊，像是什么建筑感就很强之类的。我又不是安藤忠雄。哦，64个石头一下用光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1.8欸，1.8有多很多东西啊，像什么兔子啊、羊啊之类的，会掉羊肉，还有兔子跟什么深海守卫，那些东西都还蛮有趣的。然后呢，嗯，反正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。啊，我真像岩浆的，真像有岩浆欸，有岩浆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制作自动石头制造机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在这边挖一个洞。哦，我们的小羊。羊妹妹，我记得国小的时候有放过一首歌啊，就是那个什么，国小的时候放过一首歌，雨天的时候，那很久以前的事情。雨天的时候，我记得他会放什么羊，不是羊妹妹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那像什么下雨天要记得穿雨衣之类的。然后不是雨天的时候，他就会放羊妹妹的歌。放学的时候，我读的是新竹的小学，但呢，至于读哪间，你们不跟你讲。然后我们这边开几个洞好了。啊，我们没有沙子，我们不能开窗户，我们只能用那个，我们可以用那个代替啊，对，用一个东西代替，嗯，用这个东西代替好了。用这个代替呀，不是这样做，用这个代替还蛮不错的啊，因为你看它就很像古早风的那种感觉，嗯，还不错。然后这边放个灯笼。就这样子，这边插个火把，然后呢，嗯，除了这样子还可以干嘛呢？我觉得这集差不多这边结束好了，然后呢，我再想想上面要干什么。那么，嗯，期待下一集吧。下一集我应该还是过着我们的田园农居生活。好，这边有一个窗口，嗯，差不多这样子。那么我们下一集再见，就这样。我这个地方，我下巴好像没有修掉，对，我现在才发现，
去把到时候去把下巴修一修好了。那么我们这集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如果喜欢的片的话，请帮我点个喜欢订阅，感谢你的收看。现在几分钟，25分钟，这里有点特别久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是昌曲。那么我们下一集 episode 不是 episode 吗？对，那我们下一集 episode 期待下一集 episode。 好，我们下一集 episode 再见咯，拜拜。